帮我来一下治愈空间好吗？哎，祖妈，你的快递啊，这么快？嗯，来。 谁买的笔记本？还有那个可可粉。好，知道了。回来了。嗯。干什么去了？进实验室。这些部长现在刚问啊，拖住了做苦力，连口水都不给我喝。苦力？对呀，就那个治愈空间展厅，他着急让我今天全部布置完。 那个发布会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？我答应替他保密了，所以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人啊。嗯。我觉得他要向李楠直接告白或者求婚。哎，真是压力山大呀！你说我要不要高木给李楠惊喜的事儿，跟周尔文透露一下呀？ 既然已经答应高木了，那肯定要信守承诺啦。我这不是被逼的吗？算了，干不了啥，我别散伙。我还有个采访，你跟我一起吧。我走了。 最近忙，有事儿。别呀，你最近好久都没来酒吧玩了，而且上次那个游戏你还没教会我呢，什么时候能教教我？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你怎么走了呀？饶了我吧，求你了。哎，你听我解释啊，那些只是在酒吧认识的朋友，我们的关系只是单纯的酒友，特别的单纯。有什么好解释？我不解释你不生气吗？我已经生气了，你解释有用吗？那我怎么做才能消气啊？ 要不要这么狠呀你？没跟你删干净呢。
通讯录里你应该还有吧？我不妨碍你交朋友，但是那些微信头像一看就不正常的人，你心里应该有数吧？那些只是酒肉朋友，我于不清。人生这么有限，为什么要这些酒肉朋友？删得好，删得漂亮。以后你心情不好，尽管删我的手机，想删多少删多少。帮我量一下阳台踢脚线的高度。我希望这一面墙能全部做除，因为魏老先生行动不是很方便，所以走道的位置尽可能留到最大。好的。另外，走道的空间和储物空间也要相结合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看一下这里的设计啊。这面墙能不能打掉？可以啊。我想要更多的采光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多一些电路，因为后期会有很多医疗设备需要接电源在这里。好的，好的。小心一点。你来干嘛？余不希和高木在治愈空间的展厅忙，这里的律师技术就由我来负责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想要这面墙做满一只，可能这里采光比较好，你看多大面积合适？李小姐，你的这个治愈空间真是太神奇了，要不是当初我父亲太固执，现在应该已经改装完了。还不是您的功劳，说动了您父亲。不是的，李小姐，最后是那位周先生主动找到我父亲，才促成这次合作的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辛苦了。是你说服了魏老先生用我的设计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并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治愈空间快点落地。喂，高木学长。哦，我刚忙完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哎，我送你吧。
你怎么来了？顺路。周尔文，我不知道究竟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但是你不能再对男人。那么紧张干嘛？我都说是顺路了。对不起啊，忙完之后来不及去接你。没关系，高木学长找我过来什么事儿？走，我带你进去。很早就想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了，这一晃又过去2年多了。我还记得当初你设计这个作品的时候，是为了治愈被我伤到的自己。现在换我把它真正呈现出来，我也希望你能够放下周尔文。那时候自己真的挺幼稚的，也没有考虑你的心情，给你带去那么多困扰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不会伤你的心。那接下来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了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周若文，可是我想跟你说，在我这儿，我会永远等着你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随地都可以。谢谢你，高木学长，但是我不能接受，对不起。不要对不起，我只想把我心里的话说给你听，我又没想跟你要答案。坦白说吧，我现在的心情确实比以前好多了，但是即便是这样，我也不能欺骗我自己，我更不能欺骗你。能听到你的心情因为我还好一点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可是南，不过继续追求你是我的权利，不要试图说服我。我只是希望一直在你身边，我只希望一直能陪着你，照顾你。我只是希望看到你能一直这么单纯的做你自己，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为任何人伤心了，我也不希望看到任何其他人占据你身边的位置，我只希望那个人是我。这个我还留着呢，我相信这次他也一定会保佑我的。
我只是希望一直在你身边，我只希望一直能陪着你，照顾你。我只是希望看到你能一直这么单纯的做你自己。快来尝尝我新研发的分子草莓甜品，哇！我目测可以火遍整条街，真的假的？太好吃了！这是怎么做的呀？哎，你刚刚跟高木去约会了？我以为他是找我聊公事，没想到他又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他对你也太好了吧？你不考虑一下吗？我觉得因为这几天他对你的陪伴，你已经好了很多了，你真的应该好好考虑考虑。你看你们俩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，互相了解，相处起来也更加容易。深爱这种伤筋动骨的事儿，真的不适合我们这些生活在强压之下的都市人。唉，人生在世区区几十年，还是轻松点好。我的祖玛小姐姐，您才多大呀，就已经一副看尽人间世事蹉跎的样子了。我是真的不想看见你错过他。我给你分析一下，我跟高木学长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常常分不清楚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。直到他今天跟我表白，我突然间回过神来了。如果我现在答应高木学长的话，那我就是在同情他。我在同情他为我付出的一切，我在同情他在我身上浪费的所有时间，我甚至是在同情那个被周尔文抛弃、久久得不到回应的自己。这样不行，这样我一定会后悔的。南，你比我成熟，你能这么理智地分析问题，我就放心啦。所以呀，所以我们俩更要趁着自己的大好年华，好好的计划一下我们的未来，想一想我们俩自己的人生大事。知道啦。知道什么呀？你分得清楚喜欢和同情吗？我祖玛简直就是个大艺术家，怎么会这么好看的？哇，太漂亮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觉得我这个一定能成为下一季的网红蛋糕爆款。肯定。三天过七天，真的假的？怎么了？你中奖了？这可比中奖好多了。尊敬的祖玛女士，您的分子甜品作品《空中花园》入围第三届国际创意分子甜品大赛，在此表示祝贺，请确这我是我的吗？国际蛋糕大赛。等会儿我再念一遍，《空中花园》入围第三届国际创意分子甜品大赛，真的是我的，我中奖了。等会儿，我没有报名啊，没报名，怎么会有我的资料的？你帮我报的？我没有，可能是有人悄悄给你报了名吧。谁这么闲啊？这个人肯定很在乎你呗。
不可能是南恩，他自己都忙不过来呢，哪有时间管我呀？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就别猜了，这人是谁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不可能是他，你想错了。祖玛，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没有躲啊。你不知道，这要是以前的他肯定不会这么做。我当然希望他为我而改变了，但是他为了我而改变却放弃自己要走的路，这不是他想要的。难道改变就一定会完蛋吗？祖玛，你看看现在的自己，因为无所谓改变了这么多，放弃原本安稳的生活，去创业去努力，你现在变得又漂亮又自信，这多好啊！你别觉得无所谓的改变不是好事，其实那小子比我第一眼见他的时候好太多了，这点你自己心里也清楚。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呢？我真的怕了，我们俩分分合合太多次了，我真的是累了。我觉得现在挺好的，谈恋爱嘛，本来就应该轻轻松松、简简单单的，这样我也可以有自己新的生活。我其实特别想给你轻松的爱。我也尝试过，努力过，可是你的心里压根儿就没在过我这儿。你们俩之间也没有我的缝隙。没事儿，其实现在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，而是祖玛能不能真正快乐。你都为无所谓改变了那么多，付出了那么多，如果你还不快乐的话，那我南天我可能也不会快乐。不是吧你，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能不能行啊？可真是急死我了！你，南天，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吧。我去后边看看货。躺在沙发上想未来，你什么时候变哲学家了你啊？想学王阳明，就在家里钉柱子，可不自知啊。别傻了，走，咱去世纪空间看看情况去。走走走。我今天头有点不太舒服，你们去吧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，你去吧。真没事啊？那我走了，真走了。
亲爱的周，南恩，高木，不羁，还有祖玛，难说再见。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或许已经抵达了另一个半球。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永生难忘，与高栋一起通宵达旦的日子，现在想起还历历在目。我曾多次想过要放弃，是你们让我拥有了梦想，并一直坚持下去。你们的不断鼓励和默默支持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。周尔文，是你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。南恩，你是高栋的小太阳，你一定会得到自己的幸福。高木啊，面对那么多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我很庆幸你一直以来都在我们身边。于不羁，我为你能找到你自己的另一半而开心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祖玛，与你在一起的时光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，我很希望有一天能有能力来照顾你，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遥遥无期。而你如今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开心下去，把握这得来不易的未来。走了，你要去哪儿？回复耳朵研究所。挺好的，你终于做出了你的决定。其实你早应该迈出这一步的，对于你而言，搞科学研究才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。取得好成绩别忘了告诉我们。祝你一路顺风，不，一路平安。
在我生命当中还有一件事情跟科学一样重要。那就是你。科学无论在哪我都能做研究，但唯独跟你在一起这件事情，我无论如何我怎么样都做不好。所以呢？我选择离开，或许你会开心一点。你怎么知道你离开我就会开心的？是哪个实验数据告诉你的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我第一次凭直觉来判断。不过无论我在哪儿，我都会一直关心你，这一点是不会变的。你都不在我身边了，你怎么可能真正关心得到我？你不会以为谈恋爱和做实验是一样的，你一个人就能完成吧？谈恋爱和搞科研当然不一样，所以我总让你不开心。我用尽我所有的知识都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也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啊，可谈恋爱不就是这样吗？两个不完美的人在一起之后变得更加完美。我能打你吗？我一直以为你心里只有实验，我一直以为是我在耽误你。我要早知道我在心里这么重要，我就不会推开你了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啊？姑妈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不对。你为什么只会说对不起？你怎么还是不走吗？我不走了，我再也不走了，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。别哭了，这个还要不要了吗？不要。哦，还有这个，我出来的太匆忙了，耳环都忘记带了，你帮我带一下。对。怎么的呀？你就往里面捅就好了嘛。疼疼。晚上五点半。行，我有空有空。吃素了吧？以为想美眉吧？无聊。紧张我就坐在我旁边监视我，我特行。干嘛呀？没见过谈情说爱呀，大惊小怪。主要你身边人突然不是无所谓，我有点不适应。哎，无所谓的人呢？做完魏先生那单生意没生意了，在家待着。那你怎么不回家待着？无所谓脸上赫然写着三个字：别烦我，特丧。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这儿老板，我怎么不能来了？我没说你，我说他呢。谢谢你。那你们两个怎么都来了？还有好多事儿要忙呢，别问东问西的。
梅梅知道这事吗？我做我的主，他做他的主，我们俩行，我不干涉。但是你，我妹自从被人甩了之后，情绪一直不太好。你要是真的喜欢，咱俩就谁都别操心谁了。干嘛去？别耽误大学工作啊！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吧。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看我回去怎么审问你？我审死你！周，发布会准备怎么样？我是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，就看客户买不买账。毕竟，就整个预售上来说，我们差的 K 计划还一大截。不过话说过来了，不管我们再怎么不堪一击，也要跟他们奋战到底。哎，南安怎么还没来啊？水了，无所谓，你帮我拿一下。来，大神们快出来吃饭啦！魏老先生，魏先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、哦，你们吃饭呢？魏老，一起过来吃点吧。不用不用，我们吃过了，我们说几句话就走啊。南恩不在吗？南恩在外面办事儿，我给他打电话，让他马上回来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们就想说，上次你们高栋帮我父亲设计的治愈空间效果非常显著，我父亲过来呢，就是想谢谢你们。不用跟我们客气，这是我们分内事儿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两位能够这么信任我们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我心肺不太好，长期以来靠药物维持。你们这个治愈空间的效果真的让我很吃惊。我待在你们设计的这个环境里啊，心情和身体都感到好多了。对我这种年龄的人来说啊，真的是非常难得呀。是薄荷叶和其他减压植物所搭配出来的功效。当初为您设计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您能随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看来是成功了。所以我父亲这次来呢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你们的产品呢，能够辐射更多的群体，让更多的人得到这种体验。这个是李总，他是一间私人酒庄的股东，他想把你们的治愈空间呢，融入到他的酒庄里面。我父亲呢，跟他是至交，所以把你们呢，推荐给了他。但是他的需求量很大。而且地点很分散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胜任。我们除了有出色的设计师和科研人员之外，还有我们自己的供应商和物流团队，可以保证差异化设计、批量生产和大规模的运输，这点二位尽管放心。有什么困难吗？没关系，有困难的话直接找名片上这个人。好了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不要让我失望，必定不会让你失望，放心吧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我送你。为了下次再来玩啊。周总，您干嘛费这个劲亲自来接他？让他自己过去不就行了？这越是紧要关头，越不能掉以轻心。像他这样的客户，直接关系到 K 计划接下来的顺利实施。虽然咱们胜券在握，但是面子得给足。哎，李总，啊，我到你楼下了。赵总，我正想和你说呢。真不好意思，今天公司有点突发状况，恐怕合作的事情要过几天再说。李总，这 K 计划马上发布了，早点敲定下来，有利于咱们的合作。
这点你应该清楚。当然当然，真不好意思。这样，等我这边处理完，我们再进一步商量一下。抱歉啊。行吧。刘瑞，你去给我查一下他最近的行程。我听说李总身边的人最近跟高栋走动很频繁。高栋，就凭他们你要跟我抢客户，想多了吧。小姐您好，由于本店现在的客流量比较大，您需要的咖啡量太多了，需要等20分钟左右，您看可以吗？20分钟啊？嗯。我能取消吗？可以。谢谢。赵中飞。李南恩。好，我直接开门见山。你是我的客户，你们要抢，是不是太不地道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什么时候抢过你的客户啊？别装了，我呢今天来也不是要找你算账。说吧，给你多少钱，你们才能放弃？放弃？放弃什么？我觉得这笔交易对你们只有好处，你没有必要在这跟我顾虑什么东西。赵中飞，我很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们从来没有抢过你的客户，所以请你不要在这里狗血喷人。其次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有我们的理想和目标，可在你的眼中只有金钱和利益。李楠，你装什么啊？啊，谁都知道我的待遇比你们好，你也别怪我没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在客户面前夸下海口，然后又什么都做不到，最后就得不偿失了。夸下海口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确做不到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请您自求多福吧。